好了没有？这啥玩意儿啊？好了，你急啥呀？你等，那这啥玩意儿啊？鸡排呀，酸辣土豆丝呗。你炖个地锅鸡啥玩意儿？你看你这鸡排煎的都糊了，煎是金黄，这都给小孩吃的，知道吧？大人，你烧个鸡啊，炖个红烧鸡块，你叫猴子咋吃？狗都不吃，这什么玩意儿？酸辣土豆丝。你耳朵是不是聋了两天？啊！我跟你说几次了，我这两天不能吃辣椒，不能吃辣椒。你放那么多辣椒是干啥呀？这放的青椒还不怎么辣，提味的。你尝一尝不行吗？这干巴的怎么吃？这干巴的怎么吃啊？有没有汤啊？玉米羹呀！给我冲呀吧你！放那辣椒。你自己是没手啊？还顶嘴啊？这按不动你了呀？就那点菜啊？还有一个呢？你弄过来呀、啊，就这样吃。你扯那儿？就我的天！快去！这啥玩意儿？虾子炒豆腐。你吃这个，你也炖米饭，拿手。那重来一万。你土豆丝放那么多料，你炖咸。你差不多得了。嗯，真的，你这咋吃？糊糊唧唧的。鸡排不就是要煎到两面金黄酥脆？你看这里面嫩嫩的，外面脆脆的，不好吃吗？你再放点小番，再放点小番茄酱，对吧？配个小生菜，这么一夹。你就煎两块。嗯，一人一块吗？嗯。拿个勺子，搅不动。不用你不吃，这你吃，都给你吃，我给你留一块儿。好不好吃？这虾子酱炒豆腐，嗯，不好吃。嗯，哎呀，